在这片美丽的花园丛中，还暗藏着一个酷似向日葵的家伙，盘大而平，体盘辐射对称的腕，像极了向日葵的花瓣。可它们是这片珊瑚花园的杀手，极冠海星。它们以珊瑚为食，是地道的肉食动物，专门啃食珊瑚虫。这只极冠海星用长而弯曲的腕，把这个十只珊瑚抓住，大肆攀附在猎物上面，用腕吸啄，再用胃包围食物，一同进入口中，并分泌消化酶，等待它把珊瑚表面的珊瑚虫吃掉，就只留下白色的珊瑚骨骼。这个可怕的珊瑚杀手平均一天要吃掉约两平方公尺的珊瑚，食量惊人。不仅如此，它的表面布满细长尖锐的棘刺，有剧毒，对于进入海洋的人类也极具威胁。在这片美丽富饶的珊瑚花园里，我们也要小心观测，保持安全距离。